嘢能够阻止我哋嚟到主嘅面前，因为耶稣已经为我哋开咗一条又新又活嘅道路，冇嘢能够阻止我哋嚟到主嘅面前，我哋竭力嘅嚟到主嘅面前，话主，我哋需要你，我哋今日嚟到你嘅面前敬拜你，我哋唔系只系要一个嘅聚会，一场敬拜，我哋只系一场嘅主日崇拜，我哋系要嚟到迎接你主，我哋要与你面对面，让你嘅道进入喺我哋心里面，刺入剖开，主，我哋需要你。时候我哋灵魂要被苏醒啊！系啊，主啊，我哋里边咧系有咧永活嘅神住喺我哋里边。主啊，你嘅圣灵咧系永活嘅江河，系源源不息嘅活水。今日咧系喺主日里边嘅时候，主啊，我哋咧要咁样嘅被你去充满，系我哋要咁样嘅去经历你。系啊，主啊，愿你嘅大能咧彰显喺我哋中间。系啊，主啊，愿我哋咧真系能够去经历咧上帝你嘅丰盛，上帝你嘅能力，上帝你嘅慈爱。上帝你的权能，主我们宣告你坐着为王，主我们宣告你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你念自己难忘心机，我仰望你宣告你名，让我与你心跳合一，就在这里与你同行，在我眼中有火被你点燃，不羁的爱燃烧起来，永恒的光街头绽放，你突破黑夜冲出来，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今日主要我哋开始跳舞好唔好啊？主要为你跳舞，系主要为你配得嘅，哈利路亚。你念自己，盼望心起，我仰望你，宣告你。让我与你心跳合一，就在这里与你同行，在我眼中有火被你点燃，不羁的爱燃烧起来，永恒的光街头绽放，你突破黑夜冲出来，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点燃这个时代。要在主的面前自由跟你都跳舞，让我们一起苏醒赞美主，哈利路亚。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系主，我哋嘅心向你去打开，愿你嘅爱充满我哋，哈利路亚，愿你嘅灵去充满我哋每一个，让我哋得着从你而嚟嘅喜乐、盼望、平安，哈利路亚。在我眼中有火被你点燃，不羁的爱燃烧起来，永恒的。
时代，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压倒人这个时代。主，多谢你，哈利路亚。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RCC RCC， 我们属于耶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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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担当这个时代，你的爱一直都在，永远不会离开，为了我而存在，要担当这个时代。主，多谢你，是你是那个为我们活，为我们的死的神，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活着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你而来得着能力。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让我苏醒，让我苏醒，你的爱充满我心。主，这些掌声是给你的。主，多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行歧视。主，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去高举你，主，我们去高举你，哈利路亚。是，主，你是世界的中心，愿我们今天一切的在你的面前去将你当得的赞美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神永远是世界中心，随你意志复兴你工作，我昼夜不止息祷告。神永远是世界中心，万国跪拜属你名下，
神随你意旨复兴你工作，我昼夜不止息祷告，旧日倒塌的现在要建立，以赞美作你居所，大卫所见的帐幕遍地兴起，主配敬畏我一生敬神永远是世界中心，万国跪拜属你名下，神随你意旨复兴你工作，我昼夜不止息祷告，再要建立，以赞美作你居所，大卫所见的帐幕遍地兴起，主配敬畏我一生敬拜，旧日倒塌的现在要建立，充满着你。
一切的时间，再一次你掌管一切，主我们生命是你所掌管，事情并不是偶然去发生，主我们尊崇你，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投靠你，主我们就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你里面，哈利路亚，主我多谢你，哈利路亚。我们可以经历一份的完整，是主，原来我们可以不用单单去靠自己，而是天父你一直都去看顾我们生命的需要，是你呢说，就是所有的雀仔他们呢不种不耕种，但是天父你都去养活他们，是主，我们比雀仔更加宝贵，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主，我们一路去宣告你的名，宣告你的名的时候，我们都是宣告我们要去承认并且进入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的这个身份里面，主，让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呢我们的灵里面是缺乏的，如果今天你觉得在你的灵里面软弱无力，你可以去呼求主，去呼求主，因为主会看顾你，主会让你去见到一直望住你那个他的眼神，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主我们的父，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是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连于你的时候，你要去更新去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藉着你可以去经历一份从你而来的喜乐平安盼望，是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得不到，可能我们很努力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寻求很多东西去填补我们心里面那种的缺失，那种的空虚，但是主今天让你成为我们的满足，让你来成为我们的满足，是主啊，
是多谢你。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经历的是从前在黑暗里面，我们连放轻松连笑都不懂，但因为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的面，我们的面懂得笑了。是不是主，你的笑脸成为我们的帮助。主，今天你要跟我们说，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你没有撇弃我们。天父，多谢你。想起咧，系天父咧，几时佢去施行佢嘅信实喺我哋生命里边？系我哋将到每一个咧，天父嘅同在，系我哋都向佢献上感恩。
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心到神的面前敬拜主，但主俾我知道有人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从好多黑暗得到释放，认识主的儿女，认识主的教会，认识基督耶稣的，是一个嘅得救嘅有生命的人。但系现在你面对好多人嘅对你嘅误会同埋迫害，好多嘅难阻啦，好多生命当中嘅难处。但主我哋听，你唔好灰心嘅，唔好放弃，因为神嘅呼召你嘅生命当中，主依然与你同在。虽然有时你未必会听到佢嘅声音，但系佢一路都会引导你、带领你。你要继续嘅持守你所相信嘅，持守你嘅呼召，持守对住起初嗰种嘅爱心，主一定为你开路嘅。唔好睇前面呢啲嘅难阻、呢啲嘅困难嘅、呢个短暂嘅系敌人嘅所为嘅，但你要继续系跟随主，继续每一日背你嘅十字架跟从主，因为在你嘅面前一个好大嘅敞开嘅门，神会大大嘅祝福你，呢啲嘅逼迫你嘅人会羞耻，都会系羞愧，因为咧神会系祝福你，好你会睇到神嘅恩典嘅祝福，佢会供你一切嘅需要。所以今日咧，你唔好跌倒，你唔好灰心灭浪嘅，你唔好退却嘅，你要更加刚强起来嘅，要不断嘅系为神系做属灵嘅征战，担起你的仗，因为神要你同在，佢呼召你，你要起来，你要继续嘅为主发光嘅。主，我哋靠住你刚强，主，我哋咧知道我哋靠住你可以得胜，系主啊，你让我哋唔好灰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主啊，你并唔系咧唔知道我哋所面对嘅艰难，你喺呢个世界上嘅时候，你经历过一切，系主啊，所以我哋知道你必与我哋同在，你必加能赐力俾我哋，你必让我哋咧真系可以靠住你，系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喺敬拜当中，神让我睇到一个词，系叫荣耀 （glorify）， 系一个动词。我问神啊，我凭乜嘢可以荣耀你嘅名？我有啲咩本事可以荣耀你嘅名？但在神的话语里面，哥林多后书四章，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的生命仿佛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破破烂烂的瓦器，是一个不显眼的钢瓦，但主耶稣将自己的生命犧牲，成为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所点着的一点的烛光。经文又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是啊，我们仿佛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不显眼，很有限，甚至乎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在里面的时候，但神提醒我们，我们所能够荣耀神的，不是我能够做到些什么事，乃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拿出来摆在面前，让基督的光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世人所看到的不是我们这个破破烂烂的瓦器，而看到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光，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主啊，愿意我们将 从骄傲自大或者是自卑自怜这种的自我中心释放出来，将我们的眼目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重新的看到我们有的不是这个破烂的瓦器，而是瓦器里面所有的那点的烛光，就是耶稣的生命。碎都可以完美。
主啊，多谢你让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目光里面去释放，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认知里面去释放，而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你的宝贝。主啊，多谢你，主多谢你，主多谢你，哈利路亚。
属于你，我哋属于你，属于你，主，我哋属于你，我属于你，主，我哋唔再属自己。多谢你，因为你有爱我哋嘅主为我哋舍己。主，我哋可以点样嚟到向你献上我哋嘅感谢呢？主，叫我哋一生。来到都向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样，叫我哋高举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杯，来到传扬你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里面。主，我们爱你，多谢你我们的当中建立我们的敬拜，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字。